大家好，家庭防晒网、汽车篷布以及塑料大棚这个四角固定，我们用此方法。捆绑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而且安全牢靠。将这绳不要这个布角给它缠绕个三指四周，然后将缠绕绳进行双折，奔圈给它穿过，收紧。当它受力时，牢牢锁紧，宁折不开扣。